Kate 的开工日记。今天可是开工的第一天呢。先简单扎个头发，再稳稳加上，随后前前手滑一下。哦，对了，顺便还要吐槽一下，我昨天晚上玩手机，这个地方是，砸到了，就是这个样子了。没关系，待会涂一个口红就没了。但玩手机的时候还是要小心哦。过年期间，因为我经常熬夜追剧，所以我脸上会不定期的长出几颗小痘痘，然后我就用的是这个，我在这款精华。我之前用过他家的面膜，其实也不错，然后这次就买过来试一试。哎呀，湿滴管很方便哦。脸上也直接滴。这款精华呢，它使用一点都不黏腻，而且非常清爽，很快就吸收了。为什么皮肤长痘呢？是因为你底层有炎症。然后这款精华呢，我查了一下，它里面是有巴斯德碧翅酵母原液，它是可以让你的皮肤有修护抗炎的效果。所以说我之前就是点涂了一下，然后发现也很快的它就抚平了，而现在已经大概看不到了，能看到吗？就有个小的红点，对，基本已经没有了。很适合我这个平时熬夜追剧，然后呢爆痘用来急救的一款精华。还有就是长痘痘期间呢，要保持多喝水，然后少吃辣，戒辣戒糖，这是很重要的。而且另外就是早睡，但是我知道很难做到，对不对？因为像我就很难做到。接下来再涂个眼霜，每次就给它涂眼霜。我也不知道这个手法到底是要怎么涂的，好像个鸡爪呀。不是，眼霜有分掌门派，那我这个是什么鸡爪掌门？我再涂一个面，又打嗝了。涂个面霜，冬天我还是要比较干燥的，还是注意保湿。好啦，我现在已经涂了面霜，然后今晚也慢慢的准备去化妆了。还不错，这个皮肤状态。开工，加油。Later。化个淡妆，与猫和老鼠约个会。给大家看看，好开心，今天收到了这个，哇，居然会动！今天收到的手办居然会动，猫和老鼠，你不许动，不许动，机长，你怎么长得感觉是满脸生气的样子？是吧，奶糖？是不是满脸生气？摸摸肚子，拍拍肚皮。嗨，谢谢关照，我当然会吃饱饱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温馨的亲子时光，架你头上，骑你头上，这只猫好没有礼物哟，卑微。今天，等会儿我们就要赶飞机啦，你在家里自己要乖乖哟，妈妈上班吃了，还给你加油。有一种莫名杀人，累吗？解放了，暴力开始。里面是只胖虎猫，疼。哎，只是我脸太大了，我要是脸小一点的话就完全可以套进去。哎哎，如果这样子可不可以？傻吗？傻不傻？啊啊，头掉了。MLB MLB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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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ay！ 赶飞机去咯，开工快乐哦。